北京看病很难的，我觉得。吃午饭了吗？吃坏了，是我觉得就是。浪漫火箭正在等候。欢迎小铃铛。48 Team N2 的鞠婧祎，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就快要到了，在这里呢，是了，有伴侣的呢，希望你们能够甜甜蜜蜜，珍惜自己的另一半。没有伴侣准备表白的呢，也祝节要到了，所以在这里先祝大家。人心在夜空的一边安安静静的悬挂，就连一通电话。不是骑行的摩托后座，总希望再靠近一点点。女子偶像组合 SNH 四十八。
就去。来了，那么。
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两个成员的房间。大家好，我。我的妈呀，这个人怎么能够那么可爱？超级可爱，我的妈呀！想要看里面的内容吗？不给你看。这是明信片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啊，无语。我爱他轰轰烈烈，最疯狂。然后我最喜欢的一张宝宝的图做结尾，拜拜。最近出的，看了写的，一装，看全是，前面是 AKB 历届的那个专辑，然后衣服，我们青春派对，就是日本原版他们那边公演的衣服，这是 Blue Rose， 制服，他们第一首歌是制服。不要听这个。叮噔。不错，我也是。就是好傻呀！我在干什么？给大家看一眼我的床。さあ皆さん、今年も紅白が始まりました。ここ東京渋谷の NHK ホールから1年の締めくくりにふさわしい歌の祭典をお届けします。始まったね、かすみちゃん。どう？緊張してます。緊張してる？心臓が飛び出そうです。あ、じゃあさ、ちょっとだけ練習してから行かない？没有啊，你的闺房那么可爱，还有一个小文章，很可爱啊，这个不太好。哇，汪汪还是挺爱的。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，撕开我记忆的伤疤。孩子的梦想，天空里的风筝，飘扬在天涯海角。我驾着滚滚星星，大这里，你在哪里？你的悲喜，我的惦记。
时分，一个人会有点冷，就算梦想只有四十秒。无数次脚步的声音，四千年最美吧，四千年最美啊。那个来金一跟我们说一下，为什么这个是什么称号？他是被媒体称为中国四千年第一偶像的鞠婧祎。哦，四千年，那你下次要把这个介绍出来啊。可以媲美，很吓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四千年第一偶像。可以跟他媲美的只有小青的鞠婧祎，别提多开心了。而她就是传说中被日本媒体评出的中国四千年来第一美女，据说她的美貌程度已经超过了范爷。没有，我不要说了。你自己觉得呢？怎么可能？不会是假的？假的？那不是日本评选出来的吗？对嘛，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对我来说，怎么可能呢？Yeah.
就像梦中的河那样明亮而清澈，在拂晓之前等待着阳光的照射，带着未完的梦，那艘船承载着我，希望在手里。